下去呢，就是这个和羊脸夹的和肉，就是最和面上的肉夹，就是献给这个最德高望重。好，小阿姨。就是最尊敬。小阿姨，小阿姨，这里，这里。小阿姨看这边，哎，我感谢，我感谢啊！最有面子、最尊重、最尊敬的人，德高望重的人。然后这一块肉呢，就是羊腿肉，就是在这里面最勤快，工作的最认真积极。啊，我们苏老师。哎，你一起，没有，今天没有婚礼。这个要给客人吃的。一样，来，来，必须给客人。好的，好，来，我们台湾的领队来。跑得最快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来，跑得最快，最勤快。啊，等一下一起吃羊腿肉。好，来谢，龙爱吉不爹来帮。爱贾亮，爱贾亮。嗯，要吃完肉要喝一杯酒啊。好，这样啊。啊，这个呢就是羊的耳朵。嗯，在这里面谁最听话？本来我最听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最听老婆话的吧？最听那个台币跟人民币。没有，最听老婆的话。喝杯酒啊！是要喝杯酒的。好的，大家欢迎。欢迎。还有呢，就是一个就是羊的舌头啊。哇，这个舌头呢就不割了，就是割其他一块肉代替一下，啊，就是代表呢就是谁最会说话，甜言蜜语。来，啊，这个老板娘，谁的口才最好？对，就说谁的口才最好。他最甜的，开心果，嘴巴最甜嘛。台湾的开心果代表，台湾的开心果。吃了，要喝一杯酒啊！好，鼓励一下。好，来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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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